带我们要来吃下午茶。哦，奶茶。印度奶茶。啊，底下那边那个怎么样？然后爸爸煮好的印度奶茶过滤一下。啊，来了来了！了印度奶茶。哦，那过滤是因为它有茶叶，还是跟茶叶下去一起跟牛奶煮的？或是奶粉煮的？把那个，这个是印度煎烙饼。这是烙饼，印度烙饼。哦，我不用 ，no。印度烙饼，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臭大胖，臭大胖哦，也是刚刚那一家吗？对啊。哎，吃起来有什么样的感觉？跟台湾的？啊？有什么不一样？差不多。他没有要包东西哦。餐厅才有吧？所以它就是烙饼而已。我们昨哎，我们凌晨两点多到达印度，还没有吃过一个正餐。超多管线。现在还只是零食而已。点心。现在要加那个酱。哎，你要加到帅哥啊？因为你都没有吃啊。我吃我自己带的，哎，因为那个面粉的不能吃。都不行，所以我就自己带啊。谢谢。哎，吃一下那个酱料是什么感觉？我还没吃。这是印度的那个烙饼加酱汁。摊开来啊！一点点就好。好 ，OK。看你的。OK。哎，吃刚刚的蘸酱料看它是什么味道？你觉得怎样？我看我在蘸汁的，跟台湾有啥不一样？辣辣的，它香香的啦，很搭吗？吃得出是什么东东吗？今天那个姜黄，黄色的姜黄。哦，姜黄哦。啊，有可能哦，你看他们连那个撒那个佛都撒姜黄了。现在车上，然后下午茶，我们现在是车上下午茶。刚刚吃了，还没喝到就想续杯。我那一杯给你啦，我不喝我那一杯给你啦。要不要？我真的不能喝啊！我不能喝啊！我给你哦，给你哦！哎，来，直接拿给，直接拿给那个。来，谢谢，接走了。刚刚煮的那一家嘛，哈，应该是那一家，哎。喝起来如何？好甜哦！你看，我不喝是对的。他有茶，我看到他有茶。他都还过滤过，冷气关起来了。哦，真正是要甲恁逼寒啊！觉得跟台湾奶茶有啥不一样？我们分半糖。他们没有分半糖全糖。真的很甜。太甜了。不过还蛮好喝的啦，有点香，蛮香的，有奶茶味，有茶味。有一点。茶的味道，对。哎，不知道他们的奶是什么奶哦，不知道是奶粉还是有一点，应该有点
那我们不是香不是粉炼奶吗？炼奶的感觉，真的哦，是炼奶哦。因为那么甜，应该是炼奶。嗯。